我是 Sandra， 今天我们上来深圳皇庭广场吃出名的鲍鱼鸡煲，每年卖出20万煲，除了有巨型的三头鲍鱼，还有鲜活海南花螺，还有用的是自家农场散养的走地鲜鸡，鸡味是特别香，而鸡汁是整个煲的精华。另外新出品的无花果脆皮鸡煲也都非常清甜，而火锅配料还吃到大大只的鲜活生蚝，还有酱蜜蚌和黑虎虾虾滑等等。而最重要是刚刚出了一个优惠，凡出示回乡证就有8%优惠。事不宜迟了，就等大家一起去吧。过来皇庭广场，在福田口岸坐4号线，两个站就来到会展中心站，然后在 C 出口出，出来就是皇庭广场，来到客服中心，在前面扶手电梯上一层，咁就系我哋要嚟嘅餐厅包罗万有。我哋今日带爸爸嚟三个人，安排坐呢一张4人台，系非常阔落。望落去，全部座位都系卡位嘅设计，就会坐得舒服。我哋晏昼11:30嚟到，仲未开始多人。咁行入去，原来系好大嘅。环境是很干净舒服，还有一些窗边位，完全就不会感觉逼仄。另外还有包厢，一班朋友或者一家人来聚会就会很合，而且就没有最低消费，记得是要提早预约。我们坐的位置是对着个电视，可以了解到他们是有养殖基地，用的是信义大鲜鸡，已经有13年专注做鸡煲，是由广东到东莞再到深圳，全中国有4间店铺。等我们看一餐牌，这里每一只鸡都是当天现杀，每一个煲都是现点现煮，也是第一名持续好评和热门榜。另外这里用的鸡都是保证有品质，例如品种、养殖方式、喂的食物等等，跟市面上的就不同。而这里的鸡煲是有3款，但金牌推介就一定是鲍鱼花螺鸡煲。第一步是先点鸡，我们三个人就会吃158的细份。第二步就是点鲍鱼，有5头和3头，另外可以点海南花螺。另外有10大必点，最正有特大鲜活生蚝，还有黑虎虾虾滑，另外有爽脆酱蜜蚌，另外炸鲜奶我们都会试下。至于其他煲，新品种是有无花果脆皮鸡煲，另外就是其他火锅配料，亦都有小食，有主菜和饮品，想吃得抵啲就可以点套餐。双人餐是有2款，亦都有3人餐，有4人餐，人均80元就可以吃到。现在出示回乡证就有8%，就更加抵。另外大家记得来到先注册做会员，因为是费用全免，无需要充值和收费，就可以享用到会员价钱。另外在大众点评收藏加打卡，就会送乌龙冰粉。跟着去自助火锅酱料区，可以跟着这2款推介怎样配搭。咁呢度差唔多有10种嘅酱料，另外有1樽樽嘅调味料，咁都几多下噶。我哋都攞晒啲酱料，咁要准备食啦。饮品就试下呢度嘅爆款港式柠檬茶，系超大杯啊，差唔多系有茶壶咁大。饮落茶味好浓噶，真系港式嘅口味。呢度上菜好快，最吸引当然系鲍鱼花螺鸡煲。哇，3头鲍鱼是超巨，好少吃咁大的鲍鱼，要煮3分钟咁先可以吃。可以睇下呢度点样食法啦，影张相先，咁先食鸡肉，咁然后食鲍鱼啦，同埋花螺，再用鸡汁捞饭，最后就加清汤落啲配菜。冇几耐都送嚟新品，系无花果脆皮鸡煲，佢颜色好靓啊，系有无花果啦，有红枣。咁同埋木瓜等等嘅，咁就会跟3碟起咗骨嘅脆皮鸡，依家店员就帮忙落呢啲鸡杂煮一阵先。而鲍鱼鸡煲等大约3分钟之后，员工就帮忙搅一搅就唔会黐底，亦都帮我哋将啲鲍鱼反转再煮一煮，咁就可以先食鸡。一食系有香嘅鸡味，鸡味特别浓，食得出系超新鲜嘅鸡嚟噶。佢肉质就比较实在，但就完全唔硬。而鸡汁系超级浓郁，
试到有啲姜味。平时我哋整姜葱炒鸡都好中意鸡汁捞饭，咁尤其是系小朋友，呢度嘅鸡汁真系超级浓郁同埋好好食，连我爸爸都好中意鸡汁捞饭啊！而花螺系海南产地嘅，亦都系靓嘅螺，入口系超弹牙，完全就唔腥啦，同埋好鲜味，咁就唔使点任何嘢，有鸡汁就已经好好食。之后要食鲍鱼啦，咁大嘅鲍鱼真系比较少食，有我手心咁大啊！呢度嘅鲍鱼都系有自己嘅养殖场，咁食落咧系烟烟韧韧，系好弹牙噶。再淋上啲鸡汁就特别好味，餸饭亦都非常之正哦、啊。轮到要试下无花果脆皮鸡煲，闻到系好香噶，入边有无花果，有木瓜啦，咁有红枣，有杞子，应该就好甜。员工系会主动帮我哋滗汤，汤系好清噶，完全系唔油腻，咁果然系非常之香甜。我觉得两个人嚟就一定要嗌鲍鱼鸡煲，咁但系如果三至四人就可以加呢一个煲，可以饮埋啲汤，系有唔同嘅食法。饮完汤就可以加啲鸡打边炉，员工系行过嚟帮我哋加啲鸡肉，服务系好好啊。咁呢啲就系走地鸡，有三碟份量真系好多，我哋三个人应该食唔晒啊。煮30至40秒咁就可以食，就唔好煮咁耐，如果唔系咧就冇咁好食。呢一种鸡食落就比较脆口，鸡皮特别脆嘅，点上汁就会好好味。之后呢个鲍鱼鸡煲就帮我哋加汤，咁就可以开始落啲火锅配料。有大大只嘅生蚝，非常之巨型，差唔多有我手掌咁大啊！咁就可以随时叫员工帮我哋开呢啲蚝，咁系要煮大约3分钟，熟咗睇下系肥嘟嘟嘅。食蚝我通常都会点啲酱，一食嗰啲蚝味特别浓郁嘅，咁系劲多肉啊！之后仲要试下酱拔蚌，一块块好厚肉，大约60秒就可以噶啦。熟咗亦都冇点缩水，一试系超爽口噶。平时就好少食呢一种嘅酱拔蚌，佢口感系几好，非常之爽脆。另外仲有黑虎虾虾滑，是手工做的黑虎虾，咁真系黑色嘅，砌得好靓啊！咁佢熟咗橙色，全部都是虾嚟嘅，咁入口好弹牙，系好正啊！除咗有鸡煲，亦都可以试下呢啲小食。咁喺呢度必嗌嘅炸鲜奶，一碟系有6个，饮茶通常都只系3-4个，咁36蚊系好抵食嘅，入口系超级松脆。入面的鲜奶好多，亦都唔会好甜。我同爸爸饮茶都好中意嗌，咁所以好中意食噶。另外火锅就唔可以少咗蔬菜，呢、這个蔬菜拼盘系有几种菜可以食，可以落喺无花果鸡煲度试下，咁亦都可以落喺鲍鱼鸡煲。我觉得鲍鱼鸡煲嘅汁就比较浓，咁相对就会更加好食，咁唔使点酱已经好香啦，好好味。咁爸爸就一定要食菜，咁亦都特别中意噶。呢一餐真系非常丰富，其实足够4个人食。我哋食咗700多蚊，出示回乡证800折之后只系600多蚊，4个人嘅话人均都只系100多蚊。咁呢一次我哋系单点啊，大家可以选择套餐，好似人套餐都只系200多蚊。总括招牌鲍鱼鸡煲系必嗌嘅，3至4人就可以加无花果脆皮鸡煲。咁同埋呢度嘅服务好好，环境亦都非常干净舒服，地点亦都好近福田口岸，系值得试下。好啦，时间都差唔多，大家记得 like 留言同埋分享，仲有订阅，多谢大家收睇，下次见啦，拜拜。